市员蔡秋兰上个日总结巡视，遵守先得针对着区里整平的道路门户口牌的整编提出着关心。咱北门公所、鹤中区公所、河南区公所，因连地址都无，市长他连地址都没有，所以可见啦吼，咱的路名拢压袂好。你都无路名啦，啊是啥物里啦、几号啦？什么利啦、桂林啦，是讲什么利啦？第一个地名。机关表示，讲管清合并卖给着第十栋，因为地下室真济所在的地址无路，只有林里甲这几号尔，其区里整并对里先来并起着唔对。现在厦门牌甲道路嘛，咱无具体的进度。伊的号码甲伊的路，伊根本无法度来去编制啊，所以说是咱的缺失啊。啊，而且有足侪咱伫个外环时代啦，居民。旅游观光也好，他们定位都找不到。伊面对议员关心，民政局长陈进标表示讲，道路门户口牌的整编牵涉的站面相当宽，相对也是讲居民的感受，要来改正件嘛是相当的费气。第一次来做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咱是爱尊重当地这个居民的伊的这个伊的这个重视啦。因为你即马若要改门户牌，也是改路名，这拢会影响到。所以内底真侪真侪证件，伊必须要去更改。所以咱第一就是爱让这百姓伊家己有感觉，有要有需要，有这个共识。议员来讲，台南市的里的整平已经完成，但是真侪所在是小改一条路尔，当初应该可以做回来做。对着道路甲门牌的整编，蔡秋兰希望讲加速进度，同时嘛要求着民政局应该建立着区里的门户口牌的 APP， 唔通让外地人来到台南市找无路，搁找无厝。南平新闻台以上议会采访报道。